ребята продолжим наши занятия посмотрим третий пункт 现在我们来做客这时候主人邀请我们请入席就餐布拉 шу кусталу 后面省略了布拉 шу фсе и гасти кусталу 或者是 габу 在就餐的时候在俄罗斯的礼节当中都会说祝您胃口好 就算在食堂遇见大家啊，在打饭也会说祝您胃口好。那么这句话该怎么说呢？Briyatnava abijda，前面省略了什么动词？大家猜一猜，不是 b a s d r v i 不是祝贺，而是祝福。r a l a j r a l a u w a g briyatnava a b d a 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表达。希望在这一小节当中，大家逐渐习惯。 到最后，我们已经能把它背下来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小节：招待客人。不 р 用 ё м г 在这屏幕上，我们能看到呢有很多的句子。现在需要大家开动脑筋，如何把这里面的句子进行一个问答的组合，而且还要按照礼节的先后顺序来排列。我们先来看左侧，从上往下看。 У меня д о с 我想说祝酒词，为了乔迁之喜而干杯。第二句 с п а с 谢谢，够了，够了。第三句 с а д 请坐到这里来。第四句 д о р 亲爱的客人们，请入席吧。с п 右侧，我们来看第一句。 Я вам балару Бэкинскую утку，我给您加一点儿北京的烤鸭。Да,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к и т а 是的，我很喜欢中餐。第三句，Берите за г у с 请尝一尝这个凉菜吧，有鱼，还有鱼子酱。第四句祝您胃口好。 大家可以暂停屏幕，试一试看看如何进行组合呢？好，我们的答案出来了。首先应该请大家入席。主人要说：“Briyana va abijda，yavam balaru begin school woodgu。我”回答：“Da mnyenra vitsaki daske guhnya。嗯的”这时候正好组合成为一组。 Ближе за гуски, 当你需要让对方来品尝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不仅可以说 "Yesje, yesje", 不仅可以说 "Прабру бу и ж 还可以说 б р а 的命令词，拿的这个命令词，相当于中国人在说夹菜,菜，夹菜"。Ближе, б 回答：哎呀，够了，够了，谢谢。Спасибо, б 暂时够了。 我们经常说 o m d o s 我想说祝酒词了 t h n a a 那么祝酒词有哪些？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来看它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就餐前主人需要做的准备是 n a r i v a j i s t o 开始摆桌子 n a k r i v a j i s t o 它是未完成体动词，我们还可以说完成体 n a k r i i s t o 那么，store 前面可以加一个前置词，那也可以省略，所以旁边加了括号。那我们要放餐具了，在西餐里面，我们经常要摆放的是 v i o g a n o s h l u s h g a 可是放到摆放这个动词的时候，class 及 b l a z h i 这两个词，分别是 class 即未完成题 b l a z h i h 是完成题，后面要加第四个。 в и g u nosh l л s h к у 还可以用复数啊。Вилки, н о ж l л s h к i 那如果在中餐里怎么办？我们要摆放的是什么餐具 l a к л а l a и п a л о a к a п а л о ч b a l l a о i к i 一定是复数的，因为是筷子的意思，它不可能单只使用。再来看竖着还要摆放什么？ s t a v 七 c i b a s v i c dario 盘子碗加是古。好，最后桌子摆放完了。如果要是撤席了呢？我们就要说收拾桌子，要说 u b i r a t u b i r a sa stala 前置词 s 加名词第二格。那么这个 s 后面为什么加了一个元音 o 呢？因为后面的 store 的前两个字母 s t 是辅音字母，再和前置词不能拼了，要加 sa。 萨斯达拉，注意小细节。下面就餐开始了，我们首先要喝的是饮料酒水。那我们说一般前面还有茶，哪里挖起茶，哪里茶倒茶。未完成体哪里挖起哪里起，完成体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喝茶怎么说？喝这个动词还是第四个形式 b i c h i i 把 b i c h i u 那么，把 b 起是喝一点，“chai” 突然变成了像第三格的，实际上它表示的是数量意义的第二格形式，特殊第二格，“chai” 变成了 “chaiu”，喝点茶。好，来喝酒水类的 b e c 诺，干 i n h o g a n 斯 a c vodku, b v s a m a n s k a 耶。 老师写了这么多词，那么我们说一说俄罗斯最著名的酒精饮料是什么呢？伏特 a 伏特加酒。下面我们来看果汁类的 sok。那么 sok，如果我前面想说的更细化一些，怎么说呢？果汁 frukdovy sok，比起 frukdovy sok，苹果汁 yablochny s o k d a m a t n sok，西红柿汁。汁 a b i l i v y 呢为所成职。通过前面的词汇铺垫，大家呢在编对话和说自己的小短文时，这些词用起来就容易多了。我们刚才说到，在俄罗斯的饮食习惯当中，如果一起来邀请客人，我们经常大家聚餐的时候，特别是喝酒水，都会说 d o s d 那么说的多了。 大家慢慢就养成习惯了。一个人说完，另一个人再说。再说祝酒词的时候，要说 “v bech”。v bech 的词根是由屏幕的单词 “bech” 喝变来的。我们先把动词变一下位，这样便于大家今后使用。bech ya biu de biush ani biut，然后我们在 bech 前面加上 v，于是出现了一个。 喝完喝掉的意思，v b vach 未完成体，v b i 完成体，后面要加 the 加第四个，表示为了什么我们要把手里的东西手里的酒喝掉呢？那么要加原因，相当于 the 加第四个，也就相当于为了庆祝什么？好，我们要说这句话，da vach v b m h e 让我们一起为了什么而干杯？那么可以为了什么来干杯呢？这就是祝酒词了。Давайте вибим за в с т р 为了我们的相遇干杯。还可以 v b m и м за знакомства，за л ю б о 为了相识干杯，为了爱情干杯。还可以问什么？为了我们的女主人干杯，за хозяйку。那么最后呢？ 大家一起，比如说我们要国庆啦，或者是要过新年了，我们也要想到我们自己的祖国，我们要为我们的祖国干杯。怎么说呢？Знашу р у 下面就餐的时候就会看到不同的各种美食了。我们只介绍最基本的常用的俄餐当中的食物、不六的菜肴。 blue 的啊，a a 告诉大家，它是复数形式，它的第一格是 o blue 的。现在我们看到腌黄瓜，这是俄餐当中的常见的美食，salony agurci。单数形式 salony agurets。还有在开始上菜的时候，一定会有色拉 salat。 那么有哪些呢？常见的 a v 西 s h n o y 蔬菜色拉，mishnoy 肉色拉，ribni 鱼色拉。紧接着就要上什么了 b o r s h 我们看到是红菜汤。那么各种汤类都在色拉完了之后上 soup。我们说汤叫 soup。我们在这里列举的是其中的一种汤——红菜汤 b o r s h 上面白色的部分呢是奶油，接着就要上最正宗的肉菜了，Miasa b a g r u z i n s k i 有各种各样的肉菜。那我们在这里结合课文给大家推荐的单词是格鲁吉亚的肉。那么这种肉怎么烹饪呢？大家感兴趣可以把这个单词词组呢放在网上搜一搜，看看如何制作这道美味。最后上什么甜点？dessert。 那么我们看，经常会有什么样的甜点呢？苹果派，briyaki，sia blagami，还有小蛋糕，dort。<腐>这些菜都是要用一个动词连起来的，表示品尝什么或者吃什么。那么吃，未完成体、完成体分别是 y e s e s y e s 比如说，agurci，品尝，probować，poprobować salat。 都是加第四个形式。那么想一想，引文当中大家是不是见过这么一个词组 f e i r m e n a y bluda” 招牌菜？女主人经常会说 b a p r o b u m o f e i r m e n a b l u d 好，我们看一下招牌菜。如果你是中国人，你会做什么样的招牌菜呢？我们看一看中餐吧。那么俄餐叫 “ruskaya gushnya”，中餐叫 g i d a i s k a y a g u k h n y a 我们常见的，再不会做饭的人都会说西红柿炒鸡蛋，我会做，或者是豆腐我会做等等。那么，如果遇到俄罗斯人，我们要跟他沟通什么是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，用俄语怎么说呢？以 ichni ts a s s 表示加上的意思斯巴米多拉米，以伊 a m i d 巴米多拉米。那么豆腐这个词现在已经进入到俄语的词汇当中。 以前我们要说 s o y a v i t v a r o、ok, k 非常复杂，或者是用 sir 这个词来变，那么现在直接就变成了豆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damashni 豆腐，哎，就是家常豆腐了。你可以说我的招牌菜就是家常豆腐。My favorite meal b u a d a m a s h n o f u 下面展示的是中国人常吃的一些主食和菜肴。首先从上面看。 我们的主食 as namnaya yda et ris，接着是什么呢？lapsea，下面是 ariba，guritsa，moshbiti et bikinska y utka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大家猜对了没有？有 ris，lapsea，ariba，guritsa，utka。我们不仅吃，大家在一起相聚的时候也会交流想法，一起沟通。那么 zastalom 在餐桌的后面。 还有哪些动词能表达在别人家做客时你们做的一些活动呢？阿布拉德瓦萨，阿布拉德瓦萨嘟噜嘟噜咕。这个词要求第三个也就是互相见到，非常的开心。那么第二个动词呢？阿米尼瓦萨，阿米尼瓦萨要求第五格。伏比奇列尼亚米，大家好久不见了，要互相交流印象，哎，交换感想。 第三个动词 благодарить，巴布拉格达利奇要感谢哦，我们吃了人家做的美味佳肴，肯定会说一些感谢的话。后面要求第四格哈加因的复数是哈扎耶夫，哈扎耶夫变成复数第四格，也就是复数第二格，阿托洛要说巴布拉格达利奇哈扎耶夫。那么男主人说哈扎因，女主人说哈扎伊格，我们屏幕上方都能看到。 最后，我们要用自己的语言来感谢，真实的来感谢主人的招待。我们怎么说呢？Как вкусно, очень вкусно, ужасно вкусно. Вы прекрасно г о т о в и 好，在这一小节里呢，我们主要讲了招待客人。那我们涉及到了哪些词？大家再来顺一下。 第一个，na k r e v a t i sto 是不是如何铺摆桌子？接着我们学习了 na bitki 饮料。接着是 dosi 说出祝酒词，然后我们看到了 raznye b l u 的各式各样的菜肴，有 ruskaya guhnya，有 g i d a i s k a y a guhnya。好，在这里我们专门强调了 g i d a i s k a y a guhnya。最后我们说 zastalom。 Luzi chast abmieni vautsa vubichet linia mi。好，这一小节就到这里了。Dazvi dnia。